来了，兄弟。大哥，你赶紧给我看看，我找不到了个宝贝。哦，这给哪弄来着？这我跟你说，这前两天我挖下水道挖出来的，我用水又洗了洗。哦。然后洗的都洗成这个样子，你问问现在还臭着嘞。臭着嘞。对。来，还有一股味儿嘞。啊，这个你给电话上说都这个东西。嗯，对。前两天挖下水道挖出来的。这是个金庙，以前古代的金庙。是嘞，我看来了，知道吗？金凤庙。嗯。乾隆四年着，咦，乾隆离现在可时间长了。对呀、啊，乾隆几百年了，你想想，这不能按以前的现在的黄金来算了，知道吧？哦。福禄寿喜财，这是个禄，我还其他的没找着嘞。现在我准备叫俺家的下儿子再挖挖。哦，那你查的还怪多啊，你这。我这。那个戳是啥意思？这。戳是咋回事吧？前两年。他不是这个挖的比较黑、啊、然后我专门买个戳，我就戳了一下我。啊，戳一下。我戳一下，看是里边是啥黄金，没想一戳里边是白的，咋回事？黄金掉色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以前的黄金不纯吗？啊，你确定是给家里挖下来的吧？你敢忽悠我？这拿出来那看包浆的厚啊，这家下水道咱包浆的。我跟你说，下水道它臭，它脏，我还洗洗的，以前的脏的更看不见，知道吧？这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都是谁扔下水道里又被你挖出来了？那不可能，为啥这样说吧？因为这个下水道，这个黄金的密度大，它沉。哦，它沉。嗯，对，它一般的水它冲不动啊。那哥们儿道有一块塌，我跟你说，换个房子没啥问题。对呀、啊，我怀疑俺祖上都我留的菜，我跟你这样说。哦，这、嗯。哦，可以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帅哥。嗯。你坐车过来几个小时是吧？嗯，坐车过来300多公里找你。哦，300多公里。嗯，6个小时呀，坐4个多小时。我要知道这里，你还不叫看，还非得当面验。我有啥东西呢？我要找的，你给我拍两张图片就去了。你还别来这一套。财不外露，你懂不懂？我拍，你再发给别人看，都知道我有这个宝贝。我俺家你还外露个屁啊！这白的都露出来了，这还露啥呢？这还有啥露的地方？你看黄金，嗯，黄金是啥？黄金的密度跟他关注了、嗯，而且黄金的本质它里外都是一样的，哪有外边是黄的，戳出来是白的？谁叫黄金戳出来白？黄金不纯，它可能颜色。哥们儿的，我再搓一下，我看它的颜色可能会淡一点。这咋管上你弄出个白的、那确实不对。这个石膏你看着吗？这我怀疑是不是以前的黄金都是不密度不够。这边是黄金的，连黄铜还不是？黄铜搓出来是黄的，你这看着都给涂了一层的颜色。你说这是假的吗？这不是我说是假，这是一眼假。那我但凡你找个人看一眼，也知道这是假的，黄金是黄的。我都说想叫这卖了，我请了挖掘机，又请了都联系好了，叫这个要值得钱，我叫俺家的下水道全部挖完，房子都推砸的，都在挖这黄金呢。那你赶快打电话，赶快通知家里，别弄这事儿了。这跟金子边儿不沾，嗯，是吧？跟金子边儿不沾，那黄金哪要戳出来是白的嘞？那我这300多公里白来了。我叫你拍图片去，我看看你神秘的跟啥一样，你非得过来找我，你这。那我回家吧，我赶紧回家，给你通知白家的房子给你推塌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挖掘机正给他挖着嘞。